胡遵晒与林丽莹16岁合照，最新一档综艺婚前21天官宣胡遵夫妇加盟。随后吴尊晒出与妻子16岁时的合照，并暖心配文，照片中吴尊梳着中分发型，林丽莹一头短发青色亮丽，颜值太高了。24年前从初恋一直到结婚生子，真的是爱情的典范。记得以前吴尊接受采访时被问及身为演员日和给到太太安全感，当时看这个采访的时候真的是被戳到了，也太细心温暖了吧。但也相信林小姐肯定也是真的极好极好，吴尊才会如此心爱。